好，魔兽霍华德他来台之后魅力依旧是不减哦。那么呢，今天银行特别是发行了他的专属信用卡，上头是印有他的这个图像哦，所以呢也吸引了非常多的球迷。今天呢特别帮他举办了这个签面会，来跟这个球迷来做一些互动，同时也被问到说他在下个赛季有什么样子的规划，带你来听一下霍华德的说明。Do plan on going back home, just to see my kids, and I missed my kids a lot, so they haven't had a chance to come out here. So see my kids, and then hopefully, with the help of the Leopards, I'll be back next year for the season to have year two here in Taiwan. So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But I've enjoyed my time here. Every minute has been amazing.好，可以听到呢霍华德他是讲到了他自己是非常喜欢台湾的，而且呢球迷对他也很热情，也因此呢他希望在下个赛季当中呢也能够继续的加入云豹，也就是说呢他依旧是非常有意愿待在台湾的。那么目前在整个 T1 的联盟的比赛当中呢，目前云豹虽然是垫底的，不过呢相差于第五名的台中太阳只差了 0.5 场哦，所以在这个周末有可能呢这个云豹是有机会来窜升到第五名的这个赛事哦，不过呢，都还要看云豹后续的努力。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